假如考试是花式吃月饼。啊，那我吃月饼不是个难处？花式要创新，发挥月饼心意，最高分，中秋不用写作业。啊，真的？我先来。我先。我先来，看我们学校食堂的创新辣椒炒月饼。辣椒炒月饼是什么？很创新的月饼是吧？胡闹！食堂哪有这道菜？不及格。这有什么创新的？不就是礼盒很精美吗？我这是熔岩流星奶环月饼，单传统风格完美融合现代先进，碰撞出来的月饼，它是创新。广州酒家熔岩流星奶环月饼，月饼还能流星？你不会是拿甜品来糊弄我吧？还没有了，这是广州酒家一直做的都是正宗广式月饼，传统的饼皮搭配西式甜品般的馅心，传统与现代的融合，独特的创新。糯叽叽的饼皮，蒸渍烘焙后果香四溢，再吃一口是很浓郁的巧克力，绵密松软，口感很有层次啊！抹茶脑袋的我没法拒绝抹茶流心，十分尽心。太妃流心好像在吃法式甜点啊！嗯，软糯香甜。我还是最爱奶黄流心，丝滑细腻的口感。各种法式，各种风味，这个很适合跟自己家一起吃哦。这个创意吃到便宜一百元，哎呦，这是一份饮品搭配的吃法，都是巧克力搭配。有了，做一个让巧克力脑袋不能拒绝的饮食热巧搭配吧。一份切成碎，杯口沾一沾，第二块杯中放，隔水加热晃一晃，抹成自己喜欢的图案，第三块放热牛奶搅拌融化，倒入杯中，最后撒上棉花糖就完成了。哎，看着就很好吃啊，榛子的甜香搭配香浓丝滑巧克力，一口下去中秋甜蜜完美。中秋快乐。